有时候看着远方，就突然觉得这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怪兽，就用各色的灯光把你勾过去，然后突然一口把你吃掉。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你为什么这么怕我？7个月前我遇到过三个劫匪，其中那个头目和你长得特别像。一个死去的沈志杰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我现在就是你的掌中之物。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有富氏集团，还有庞大的黑恶势力。一旦权力崩塌，所有的金钱都变成金钱。你想钱想疯了吧你？我突然间喜欢上你。就像我一直在做同一个噩梦，不管我怎么挣扎，我都醒不过来。咱们背后还有国家呢，你要相信，邪不压正。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比你好，比你经历过更多的痛苦和磨难，可是即使这样，他们也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正直和善良。争方得安身，与天争方能立命。在遇见他之前，我从未想过可以与一个人身份。遇见他之后，我从未想过与其他人共度余生。